明白了。他们的措辞真是好严谨，一边说实施，另一边说没有按预计的发生，这就不一样了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法律上措辞超严谨。另外，就我们在这个具体的卷宗的设计上呢，我们也对那些比如说鉴定报告还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上，我们也这个做了一些漏洞或者说瑕疵啊，所以就是说从案件的概要包括卷宗里面的具体的文书，让他们双方都去找自己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些辩点出来啊。哦，鉴定报告没有盖章，这个可能会涉及到这种证据瑕疵的问题。哦，除此之外，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。我考虑就是我们在打分的时候，我们不设一个准确答案。你们准备了多少个点啊？没有算。15个点。15个点。我也是，我还在准备，因为我刚刚是写一堆，然后现在把它分成点。很燃啊，这简直了。找到大量论点，胡明浩。胡明浩还是很稳的。是不是一个论点配一个证据就是一个观点？是啊。那我好像准备好了。嗯。我好像准备好了。加油，加油。我感觉他就是那种轻轻松松就学习和考试都特好的那种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。4000多个字。咱们过去吧。好。燃起来了。5v3，然后4800字，4800字这么短时间，15个点好像还觉得不够，对，有的还网上20多个点问题，20多个、哦，然后有很多细碎小点，然后论点跟论据之间的这种匹配关系，我感觉两边都沉住在胸。胡明浩那边，网易言语感觉非常的自信，就他一个人说了那个啊，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。他说，哎，是一个论据配一个论点吗？那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案子本身是一个象牙走私案，所以我感觉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，但细想一下也没有那么远，因为我们经常出国旅行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到给家里带点东西，那有些东西在我们旅行的所在地是可买的，但是可不可带就另说了，在这个细节上有没有给我们一点小提示和律？我们来一个小的一个问答怎么样，就是也考一考在座各位，主要考鹏鹏，鹏鹏已经先让我来试试深浅是吧？试试水。来，我们简单一点开始啊。好，最简单的，枪支弹药能不能带？当然不能了。答对了。哥，你这在问什么问题啊？你给陈明老师来个难的。这是个送分题啊。那考一个陈明老师，必须给我问一个同等水准的啊。难的。牛肉干能不能带？我一听就难，我的天，你这。我得问是什么牛了吧？啊，对，这不同的牛不一样吧？真严谨啊，陈老师，是不是？那有国家二级、一级、特级保护动物的，这不就不能带啊？是的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这种食品就不要乱带，包括比如说植物的种子。对，因为我看外那个国外好像有花卉很漂亮，我就去买。不能带的，因为国家对于这种动植物免疫啊，或者说这种检疫的要求是很高的。还有比如说土壤。不能带土壤，不能带。因为土壤可能会含有当地的一些这种微生物啊，或者是怎样子，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会造成一些侵害。
比如说你鞋子上粘了一大坨泥，那这个可能会被过安检的时候会被那个检查。前两天我有个朋友要给我寄一个镜子啊、嗯，那个镜子的木头是一个什么什么木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那个木头也不让带。是，你看这个普法是永无止境啊，学习永无止境。还有什么好的？考一下鹏鹏。考一下鹏鹏。我刚考过。不是，刚刚那题不值得你这么兴奋，懂吗？很兴奋，我对了。因为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有很多乍一听觉得合法，但是其实也许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的一些举动或者行为，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多积累一些法律常识。我身后有一块白板，哦呦，白板上列出了五个行为，这五个行为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碰到的事情，希望大家来猜猜看，合法事件和违法事件都有哪些。先看第一题，未经允许蹭 WiFi， 肯定违法。为什么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鹏鹏，我直觉啊，就是人家 WiFi 是人家自己就花钱办，你花钱办的 WiFi， 我不花钱我就蹭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虽然没有什么法理可言，但是有质朴的情感。这种法感情是到位的，对。那我要自首一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一个练 WiFi 达人，因为我团队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是我去任何地方，第一时间要先练 WiFi。因为我手机费特别低，就是我去任何地方第一时间要先连 WiFi。是，但是你连酒店的那些都没问题，你不能去弄个 WiFi 破解器，然后去连人家家的，这就不行了吧？你这个是正当的，你这是非常正当。我超爱连 WiFi。是是是，我也爱连 WiFi， 但是未经允许我不连。法感到位啊，法感到位。再来一题，自家杀的猪肉卖给亲戚，违法啊！我的天，又喂，你讲讲。我感觉啊，肯定得有那种许可，对吧？哦，养殖的，是的，不管是养殖的，包括屠宰，对，它也是需要盖章。嗯，对。第三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，快饿死的时候吃保护动物充饥，你觉得呢？你前两题你答的就是快刀乱麻，我觉得对。鹏鹏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快饿死了。你前面有一头老虎，你把它吃了。我觉得这个我先澄清一下，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，对吧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学。但我如果真在生死边缘，我绝对吃啊、嗯、哎，那法律会保护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哦，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紧急避险的问题。因为关键词它这个饿死啊，应该不是大家说的那种。就是说，哎，我叫着我饿死了死，但是你真的快死了，然后在这个人的生命权和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这个权益面前，我们可以取其轻，然后我们要保护一个更重要的法益的时候，可以去侵害这个轻的法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就会成立紧急避险，因为你人活着是最重要的，人命。对。哦，第四条，醉酒的时候骑行自行车。鹏鹏，又是我。你熟悉这个状态、啊、我是说骑行自行车这个状态，你肯定违法呀。真假的？这也醉驾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直觉。其实是有的这样一个条例，因为大家更多在意的是机动车，但是骑自行车你喝酒了也不要骑，因为你醉酒开车的话是违反的刑法嘛，你就犯罪了，可能我们查处的力度比较大，但是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行政法规，那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被看到的情况下的话，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执法人员去处罚你，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没事的，但其实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最好不要去做。哇，这个真的这个好厉害。最后一个，你咬放狗咬你的人，捋一捋啊，咬了谁？你咬放狗咬的是人、哦、咬的是人。逻辑，等一下啊、哎、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咬那个狗和你咬那个人应该都是不违法的，因为你这属于正当防卫。对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小明哥这是理解对的。哇，如果你真的要去咬这个放狗咬你的人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不违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放狗来咬你，那当你处在这个被狗咬的危险之下的时候，你想要去防止它侵害你，那你试图以一个就是用咬的手段你去攻击那个放狗咬你的人，相当于是你在制止这种伤害你的行为，那本身的话正当防卫其实是阻却了这种违法的这么一个法定的事由。
当然如果说这个狗都已经没有在咬你，甚至已经跑远了，你因为愤恨然后去咬这个放狗咬你的人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依据这个正当防卫而构成这个违法了。啊，就我觉得我们这点还是很厉害了，鹏鹏连对五个吧，对吧？嗯，全对、嗯，没想到还是挺简单的，挺简单的，六个，对了六个，对呀、啊，对，还对了前面那个，今天是我们的普法小能手啊，哦，不错，活该你红，你不红谁红？你不红谁红？不是脸红，活该你红。OK。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案例本身了，八位做出了自己的控方和辩方的选择，5-3，是，跟我们刚才小何的预计非常的接近。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，你们觉得谁在这一轮胜算会比较大？刚刚那个代教导师说，